失踪者将安妮在一家夜总会。失踪者经济情况很好，独居长发，喜爱干净，有追求者。我们现在就是在和时间赛。你每一块上一秒，失踪者生存的几率就会大上一倍。可是案发现场只有失踪者一个人的指纹，太可疑，反而奇怪。没错，反向思维。最后这个女孩来过我店里和她聊过。耳环是视觉的错误，面霜嗅觉的错误。这些物品拥有者的男朋友都有很大的。我们偏离了破案的正轨。怎么？累了吗？人民警察，这几个字真正的很累。为了这些去舍弃，我更坚信是值得的。 너를 찾긴 비가 오는 게 싫어서 운동장 밖에 엄마들 속에 안긴 너